弟弟妹妹们，快跟上我，咱们回窝睡觉了。我也要回窝睡觉喽。哎，欢欢，你快下来，这是我的窝。好吧，我要睡觉喽。那我上这个窝。欢欢，你快下来，这是我朵朵的窝。不下不下，我就要睡这个窝。我要睡觉了。哼，妈妈，哥哥欺负人。宝贝，朵朵怎么了？哥哥把我的窝给占了。欢欢，你这个孩子，给我出来。这个是朵朵的窝，朵朵睡觉吧。妈妈，那我睡哪呀？走，麦琪，妈妈带你去找你的窝。美嘉妈妈，你们在找什么呀？哦，我们在找麦琪的小鸡窝。哎呀，我看到了，不过被军僵尸拿走了。好，我们这就去要回来。军僵尸，快把欢欢的窝还给我们！我现在拿它当头盔呢，怎么能还给你们呢？不还，那我就让你看看我锵锵吃鸡的厉害。虽然它叫锵锵吃鸡，但是就是来对付你们僵尸的。看我的枪法吧！突突突突突突突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还给你！快跑！欢欢，快进去睡觉吧。蘑菇炮进去，豌豆射手进去，仙人掌大炮进去，椰子大炮进去。哈哈，我把这些植物大炮都抓来了，都抓来了。哈哈哈哈，看谁还能阻止我。嘿嘿嘿嘿，哎呦哎呦呦呦，肚子疼，哎肚子疼，哎呦我得上个厕所。嘟，哎呦还放个屁，哎呦上厕所。狗狗们赶快把植物大炮救走。遵命莱德，我救椰子大炮，我救蘑菇大炮，我救仙人掌大炮，我救豌豆射手。狗狗们干得非常好。哎呦这回肚子舒服多了。嘟，哎呦在这又放个屁呀、啊、哎呦嗯，上了个厕所的功夫谁给救走了。嘟，哎呦这又放个屁呀、啊、是谁救走了。嘟，哎呦怎老放屁呢。嘟嘟嘟嘟，哎呦我就堵不住了。出来玩喽。咦，这不是蝎子精的车吗？他的车怎么会停在这里呀、啊、他一定是在附近做坏事呢。这个蝎子精最坏了，今天我乔治要捉弄一下他，把他的车轱辘给他卸下来，看他怎么跑。哈哈，赶快躲起来，有好戏看喽。今天运气不错，抓了一头小熊熊，回去和蛇精一起吃，开上我的车回家喽。哎，我的车轱辘怎么被人卸下来了？先把小熊熊放下，把我的车轱辘安上。小熊二有危险，我要去救小熊二。小熊二，赶快跟我走，我们去一个安全的地方。费了好大的劲呢，车轱辘终于安上了。哎，这个小熊熊怎么跑了？我真是太倒霉了，光顾着修车了，让小熊熊跑掉了。今天又得饿肚子了。小警车快来呀，咱们一起玩汽车闯关。来喽来喽呀，救护车你快看，咱们的汽车闯关坏了。哎呦真的坏了，咱俩不能玩了。没事没事，我来帮你修上，一点都没坏。这个是安在这里的。好了，都修好了，你俩可以玩了。哦太好了，我先来。那我就排在你后面，开始喽！小救护车开始闯关喽，爬楼梯，爬楼梯了。别着急，飞机来接应，开始要过独木桥喽。哦，睡不着，我想吃个冰激凌去，可是爸爸在外面，我怎么拿呢？有了，趴在地上。就这样去拿冰激凌，看会儿电视，爬过去爬过去，爸爸看不到我。哦，我过来啦，吃完再回去、啊、再爬回去睡觉去喽。爸爸看不到，爸爸看不到、啊、哈哈，这电视真好玩。吃完了睡觉了。嗯，我想吃个冰激凌，可是爸爸在外面呢。哎，我可以爬出去拿冰激凌去。哎呀千万看不着我呀，看不着我呀。乔治你跟个大虫子，人在这趴着干啥，赶快回去睡觉去。被发现了，没吃上。